型悍腾。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开箱测评。本产品体积最小，发热最快，恒温精准，自主休眠，安全可靠。本产品使用 Type C 接口，使用电压5伏至12伏，电流1安到5.9安均可使用。我们在电路设置方面设置了一个过流过压的保护电路，也就是说，当电流大于额定功率的时候，电路的保护隔离就会采用保护机制。这个产品只要你插上 Type C 接口，用充电宝可以直接让它发热，也可以用你的手机，各种不一样的充电头都可以让它发热。现在我们插一个小米 USB 充电头，18瓦的，然后插上 Type C 接口，看一下电流2.几安培，然后瞬间2秒，充电器用了5伏2.5安培的输出。再换一个头子，这个头用的是210 GoBC 同款的，我们再插一个5伏1安培的充电器，这个时候它的升温就有点慢，实测下来是在6000秒左右。电压4.几伏，调频，电流呢在1.几伏左右。